悠然子二代可录音麦克风一对二。好了 ，Sony 的设备过热其实是大家都蛮知道的。然后作为一个容易过热，就是把机器温度过高设定开到高，它在夏天还有边录边直播的状态下，它还是扛不动，所以就要用这个 CA25 这个散热器。这散热器本身自带电力大约大概50到60分钟了，还有 有多段电力，0、1、2两段。那你冬天不见得要装了，但是这里会掉下来有几个原因，这里要先沾水，那吐口水不要了，那么太脏了，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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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它彻底的真空，然后呢再贴这个薄膜，这薄膜要保持干净，有人油啦、灰尘啦，都会影响它的附着力。那整个套下去，用力压紧，就形成了漂亮的散热。如果不这样子做，如果老板是兄弟做大条行李，你直播给他断掉，你可能会叫弄。这星星啊，几百块啊，这只就袂当机啊。啊，你若无买，你就爱烧香拜拜，啊，过来放一包乖乖。如果不安尼做，唯一的办法就靠你的人品。